好，咱们上次讲的是这个艺术字是吧？这次讲什么呢？讲讲数学公式。这个数学公式啊，实际应该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用到啊，不是，哎，比如这样的东西，哎，你可以看到，它是一般是什么人用呢？数学老师啊，或者你如果用想用像用电脑打一些这个数学方面的论文啊，这个需要公式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可以看到这块有这么一公式，一元二次方程的根是 x 等于二这个。二 a 分之负 b 加杠二下 b 方减四 ac， 那么这个就是一公式是吧？那这怎么插入呢？太简单了，哎，插入符号，公式啊 ，x 等于它，哎，这是不是一下就插入了？你说对齐方对齐不对，那怎么办啊？改成左对齐对吧？改成左对齐，当然你也可以在给它前面写字是吧？你说这公式太简单了，我要插一复杂一点的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可以看到，先看它这个你最常用的公式在不在它这个默认公式里边。那么怎么插入呢？哎，首先在这插入，你可以先插入一个普通公式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对它进行修改。那么 x 等于这 x， 你可以改成 a， 对吧 ？a 等于，那么当然就是很灵活，不一定是怎么修改，对吧？这块你可以看到公式的这么一个设计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基础数学的一些函数。那么咱们一般用到的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一些符号是吧？一般用到的是一些结构，比如说积分。积分是哪种积分呢？这个是二元积分，比如这样的啊。那么这是2加 x 吧，比如说这是 x， 这是底下再插入什么呢？再插入一个分式。那么这个分式上边呢再插入一个什么呢？再插入一个开根号的根式啊，几次根二下呢？哎，这个你可以写啊，比如说这是这个五次根二下，这个 f， 这五次根二下，三 x，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，比如说你可以插入一个，那么后边有很多是吧？再插入一个上下标的吧。比如说这是 x 的三次方，哎，然后最后积什么呢？积 dx dy， 对吧？哎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书写公式了？当然了，除了这种方式之外，你还可以怎么样？你还可以再插入一个公式，比如说随便插入一个公式，然后再进行修改。哎，可以怎么改呢？你可以在这儿，它有一个结构，是什么结构呢？有很多种结构，比如说矩阵，这矩阵你也可以设计成一个公式。那么导数符号，包括这个括号，括号一般是什么呢？这是括号，单弧括号，哎，这样的括号。那么这是括号，这个可以写一什么呢？可以写一个二元的方程，对吧？比如说是第一个方程是 x 加 y 等于3。x 加 y 等于3，那么底下呢是2x 减 y 等于5，求 x 等于多少 ，y 等于多少？哎，你，然后你可以往下写了，然后你可以推出对吧？插入一个什么公式对吧？还是公式，然后你什么？这是相当于哎，等等，这是相当于把它推出了对不对？这个可能。插入一个这块应该是插入一个什么推出啊？推出有没有这个符号？它是属于什么呢？属于箭头，推出了，就是充分条件推出了什么呢 ？x 等于多少 ？y 等于这 x 等于多少 ？y 等于多少呢 ？x 应该等于，比如说 x 等于1 ，y 等于2吧。哎，然后这块又插入一个括弧啊，这个 x 等于1啊。y 等这个实际不一定是啊，就是这道理大家清楚是吧？哎，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插入用 Windows 里的公式。除了 Windows 里公式，你可以看到还有一种公式，就是原来的这个公式编辑器实际是用什么的呢？是用一种东西叫 MathTab。哎，它现在这个版本也做了这个 Office 2007的插件了，就是原来是微软请 MathTab 来，就是。做的这个公式编辑器，那么现在呢就微软就自己来做了，自己做了之后有什么结果呢？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很尴尬是吧，很尴尬。那么这个比如说你双击它，你可以在这编辑它对吧？当然了，您
你也可以在这儿插入一个新公式。那么它这个公式呢也有很多种，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，而且它这个内容很多。有些什么呢，比如说你点中一个，它里面就有具体的，它这个最后生成的是什么呢，你可以生成一些这个东西就比较厉害， Windows Meta File 实际上就是这 Office 都支持的东西。那么这个时候有哪些东西呢，它这个全在哪儿呢，比如说这个数学的啊，微分积分的，比如说这个统计函数、矩阵函数、集合函数、三角函数，还有这个向量、矢量的，哎，都有。那么比如说咱们再用这个也插入一个保存一个吧，就是你除了在这儿插入之外，你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能直接运行。比如说这个你插入一个什么呢，也插入一个求和的吧。什么求和的呢，比如说这叫 x 等于一，哎，写错了， x 等于一，你看它对中文现在支持的也挺好的， x 等于一，这个从一到十，那么求和，那么这个你怎么把它保存一下，哎，保存 save copy as， 存成一个什么呢，存在桌面上嘛，比如说存在桌面上叫1.wmf， 保存之后呢，你可以到哪儿用啊，你可以到这儿用，当然你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到 Photoshop 里去剪辑它。那么出来之后这个是什么，是一个图，就是类似于图片的东西，你可以怎么样，你可以设置它的啊版式，对吧，版式，哎，很灵活的一个东西。好，这次呢就主要是讲的是公式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